这是公元2007年2月20日的清晨，这一天正是中国农历的正月初三。此时，如果在国内，辞旧迎新的爆竹声正回响在神州大地上；但今天，对于祖国相隔万里之遥的中国复苏丹维和工兵分队的官兵们来说，只不过是维和日历上普普通通的一天。 我们到达任务区后，联手坦维和部队司令部立即给我们下达了瓦武机场、瓦武至抓家、巴塞尔公里道路和龙拜克维和部队营地等多项工程任务。因为联合国在苏丹南部的维和行动急需这些机场、道路和营地，中国赴苏丹维和工兵分队的官兵们明白，这非洲大陆一年一度的雨季很快就要来临，而雨季则是施工最大的障碍。 军命令，赋予我工程兵大队，构筑瓦屋、自抓家、巴塞尔公里的道路任务，要求在雨季来临之前完成任务。在这热带丛林的深处，没有电机的典礼，没有开工的鞭炮。 中国维和军人用隆隆的机械和轰鸣的马达，奏响了修筑和平之路的战歌。在官兵们激昂的斗志中，在轰鸣的机械声中，道路不断向前延伸着。这位漂亮的联苏团二战区工程官叫塞尔维，今天他是陪同新上任的同事专门来现场看看。 塞尔维之所以在新同事刚到任的第一天就邀请他到中国工兵的施工现场来，就是想让这位同事放心，在这里有中国工兵，他的工作是不用发愁的。I've been here in this remote region since July last year, 2006. And I have found a chance to work with a very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company, military engineering company that is Chinese engineers. At the beginning, there was nothing here in this remote area, but you can see that the town is growing up now, and because of the efforts of Chinese engineers. All I can say is you are very professional, very well disciplined, and also have a good engineering knowledge. This is not my first time actually with the working Chinese engineering company. In my previous mission as well, I had found the chance to work with engineers.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for your effort to support the mandate of the mission. 塞尔维来联苏团之前，是在联合国刚果金维和任务区担任工程官。在刚果金任务区，也有一支我们中国维和工兵分队。所以塞尔维对我们中国工兵非常了解。工程官塞尔维多次和我说，从你们中国军人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人勤劳、坚韧、忍耐，以充满爱心的优秀品格。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会说，中国军人的敬业精神。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相信，只要是与中国工兵打过交道的人，都会得出和我一样的认识。从中国维和部队第一次出征柬埔寨开始，无论是在刚果金、利比里亚，还是在苏丹，人们回眸那坎坷曲折的和平进程时，一定不会忘记。 曾经有骁勇善战、不畏艰难的中国工程兵部队。
不远万里，越洋跨洲，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一条条和平之路。这白色的车辆与绿色的帐篷点缀在广袤的丛林深处，乍一看美不胜收，使人心旷神怡，倒真是一番别有天地的韵味。然而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你无法体验这美丽的景色之下却是常人所不知的难以言说的艰辛。由于施工任务性质决定，我们执行任务到哪里就在哪里安营扎寨。白天气温高达50多度，帐篷里面温度高达60多度，像蒸笼一样，官兵简直无法入睡。为了度过这热带野外生存的第一关，为了保证有旺盛的体力和充沛的精力去完成繁重的施工任务，在这里睡觉也成为必须坚决执行的命令。话是这么说，让你在蒸笼一样的帐篷里把眼睛闭上，又谈何容易？尽管我们的工作生活环境艰苦，甚至可以说是恶劣的，但改变不了年轻人活泼乐观的本性。学会在热带条件下如何睡好觉，也成为战士之间的一项竞赛活动。看谁最早睡着，谁先睡着谁就报告一声。在彼此的玩笑声中，这些年轻的士兵在近60度的高温下竟然也能酣然入睡。真能睡着吗？真能，因为施工中大量的体力消耗让他们感到了劳累，因为等待他们的还有更为艰巨的工程任务，他们面临的是更为严峻的，可以说是酷热煎熬的考验。则因为接近赤道，更是常年炎热。有人说，瓦屋恰似架在火炉上的笼屉。如此比喻的话，那么维和工兵们在野外作业时，就无异于笼屉中的馒头。我们所处的瓦屋任务区位于苏丹的南部，这里的纬度只有7度，距离赤道很近，常年高温。一到中午，地表温度能上升到50多度。驾驶室里的温度就更高了，有时能达到60多度。在这样条件下进行道路施工作业，坐在驾驶室里就像蒸笼里的包子，在露面施工就像是铁锅里面的烙火。战士们早晨从营区带上一壶凉开水，到了中午能被太阳晒成50-60度的热水。战士们的迷彩服常常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有很多人的衣服都吸出了一层层白白的汗渍。作为指挥员，看着战士们磨出血泡的双手，被汗水湿透的军装，我们的心里真不是滋味。在这种高温条件下施工作业，体力消耗非常大，总感觉头晕、嗓子干、口渴，只好大量的喝水，身体也感觉非常的疲乏，连腿感觉非常的乏力。这里的地表温度非常高，两只脚站在地上就像火烧一样。走进非洲，特别是走进苏丹，大家才真正领略了什么叫酷暑炎热。旱季以来，官兵们滴雨未见，热带的红土地被发狂的骄阳烤得几乎冒出烟来，整个热带丛林也像划根火柴就能点着似的。此时正是下午2点时分，太阳仿佛悬在官兵们头顶上一样，脚下的红土地也仿佛有一种贪天之功为己有的架势。
太阳与红土地将官兵们夹在其中，有一种要把你烤干，要把你蒸化了的阵势。说句实话，这样的天气就是躺下什么都不干都大汗淋漓，心早气短，就别说干这样的体力活了。我们的战士们开玩笑地说，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几个走过的火焰山也莫不过如此。苏丹的三月已是旱季的尾声，作为联合国苏丹维和任务区二战区唯一的一支工兵分队，中国维和军人必须赶在雨季来临之前完成所有工程任务。这些力大无比的工程机械，对于祖祖辈辈都生活在热带丛林中的凯勒瑞克村的村民们来说，就像传说中的中国功夫一样，充满着神奇。巴比勒村长对副队长赵小武说，能不能让我的村民们每天都来观看中国军队是怎样修筑道路的。当副队长赵小武毫不迟疑地答应后，巴比勒村长高兴地抱起了他。在以后的日子里，巴比勒村长执意让全村男女老少像欢庆节日一样穿上最好的衣服，每天都到现场来观看中国维和军人是如何修路的。这位也曾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巴比勒村长，充满感情地对他的村民们说，几十年前我就亲眼见过中国人为我们苏丹修路架桥，今天我又见到中国人为我们苏丹修路架桥，我们要世世代代记住中国人的友善，中国人的情谊。巴比拉村长对我说，当年我看到的是一个并不富裕的中国倾其所有为我们苏丹建设家园，而现在我看到的是一个富强的中国用这么好的气候条件为我们维护和平。因为战争，我们的苏丹贫穷落后，我们也真希望有一天苏丹也能像你们中国一样富强。巴比勒村长既有对和平的感叹，更有对中国维和军人的感激。 China, the commander of the China came to us today and do the best thing to us, our road, and make my place is peace. And then I'm now very glad. I'm a chief Gabriel Babili, and today I want to talk to government to know what the people of the China is the best people work by hand. And then now I talk for the governor, our governor of Sudanese, let them look for China. 我们路已经修好了，我们就走了。I need for him. Okay. 此时此刻，巴比勒村长是说不尽的感激，道不完的谢谢。在凯勒瑞克村村民们的热情和期盼中，中国维和军人修筑的道路在他们的脚下向前延伸着。分别的时刻，从村民们满腔的热忱中，我们不难解读到善良的人民对于和平的希望。挥手的告别，从村民们的依依不舍中，我们不难体味到友好的人民对联合国维和部队、对中国维和军人的那份真挚的情感。再见了，友好的巴比勒村长，再见了，期盼和平的凯勒瑞克村。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离去作业位置。离去作业不同于平时作业，危险性大，要求高，要求我们指挥员一定按照所设的警戒地带严密组织。中国赴苏丹维和工兵分队队长白勇，这个有着30年军龄的老工兵，当然深知地雷的危险。尽管在此前，白勇已对施工现场进行过反复的勘查，制定了周密的施工计划和现场各种紧急情况的处置方案，但现在为了确保安全，他仍然对各级指挥干部再三叮嘱，反复强调。
车辆沿着通道进入位置。朱先生，先生。中国维和工兵分队现在进行道路施工的这个地方，曾经是苏丹南部20多年内战的一个主战场。眼前看似很安详平静的环境，却是一个大面积的不明雷区。扫雷作业不仅危险性高，且因时间久远，探测难度也很大。尤其是发现地雷后，要将其排除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在这道路施工前，不可能实施大规模的扫雷，通常只是沿着施工路段进行局部清扫，因而施工路段的宽度是十分有限的。在雷区施工，为了确保生命安全，必须严格在划定的位置进行施工活动，用途的车辆应前面无法掉头，就只能采取倒车进来正着开出去的方法。雷区，当中国维和军人置身其中时，才真正感受到与地雷的危险性相比，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地质结构造成的施工困难，实在有点微不足道了。因为你一旦遭遇地雷，纵然是大难不死，也会落下终生残疾。所以在施工中，官兵们真正是不敢越雷池半步。照此说来，人员和机械无法像平时那样正常作业，势必影响工程速度。而官兵们却回答说，施工条件受限，但工程速度不能受影响。中国维和部队在联合国维和任务区享有的中国速度的这个声誉，不能让我们苏丹维和任务区的官兵们给毁了。李白，你看，领馒头的。几个人吧，领馒头，领馒头，领馒头。为了确保施工速度，现在官兵们只好风餐露宿，向时间要速度。当太阳顶头时，官兵们能在这阴凉的树荫下获得丝丝的清凉，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其实在国内的人们有所不知，这些身负重托远在异国的中国工兵，不仅干得艰险，住得艰辛，当你耳闻目睹之后便知道，中国工兵其实吃的同样艰苦。好了，走，指挥组。第一，维和部队在苏丹马乌任务区部署不久，目前后勤保障系统不够完善。第二，苏丹南方地区经过20多年内战，公路、铁路基本处于瘫痪状态，部队的后勤保障主要靠空中输送保障。况且马乌任务区只有一个检疫机场，大型运输机根本无法降落。第三，当地老百姓经过多年的内战，民不聊生，物资极度匮乏，维和部队就是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和蔬菜。买不掉。谁也不会想到，在中国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维和官兵们吃得如此艰苦。此时对于队长白勇来说，他的心情更是难以言说，因为在他和官兵们就着榨菜吃着黑面馒头之前，远在祖国的各级首长心系苏丹维和官兵。海事卫星电话中，首长们除了吉祥祝福的话，更多的是对白勇说，过节了一定要让官兵们吃好喝好。然而白勇却隐瞒了这里的生活真相，一个可以说是苦涩的真相。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与祖国相隔万里，即使说出了真相，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实际困难还得靠我们官兵自己来克服。另一方面，我也不想让那国内知道此时我们的穷迫生活，免得首长和亲人们的担忧。对于这段艰苦的生活，这位年轻的战士却说了这样一番耐人寻味的话：苦难是一笔财富，正因为我们有过饥饿的记忆，才会对温饱的生活倍加珍惜。若干年后，我们回忆这段维和的时光，
我们仍然会为亲身经历的艰难困苦所感动，所自豪。国内有的媒体说，在联合国苏丹维和任务区，官兵们能吃上一根黄瓜，感觉就像过年。这话虽然有点夸张，但生活的艰苦和对新鲜蔬菜的渴望，却是我们维和官兵们的真实写照。马达轰鸣唤醒了沉睡的丛林，红尘滚滚驱散了雷区的阴霾，长臂舒展，铁铲轻抬，钢筋铁骨，血肉之躯，汇聚成了一首雄壮的交响乐。在这首动人的交响乐中，有一个主旋律，那就是不畏艰险，完成任务，掏出一颗无畏的心，铺展成一条通向和平的路。在红土地上创造中国工兵的速度，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国军人的风采。小西，最近一件事情以来，我运输车辆路经文拜克市中心部分路段时，经常遇到不明身份的当地居民对我四层边地进行拦阻。遵照联合团的指令，我们在修筑道路、修建机场的同时，配出了一个施工小组，驻扎在苏丹南部一个叫龙拜克的地方，承担联合团龙拜克营区的修建任务。在常人看来，对于装备精良的中国维和工兵分队来说，修建营区本是一项再简单不过的工程任务。然而，在历经20多年战乱的伦拜克，修建营区却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工程任务。虽然苏丹政府和南部反政府武装签署了全面和平协议，苏丹南部总体形势趋于稳定，但是经过20多年的内战，南部地区非法武装众多，袭击或扬言袭击联合国维和人员的事件时有发生。也正因为伦拜克的社情民情复杂，地方政府对当地局势控制能力目前还比较脆弱，所以让原本并不困难的营区施工都变得复杂了。就说这施工需要的用途，为防止矛盾的发生，每天中国维和工兵分队都要舍近求远，在肯尼亚维和部队的护卫下，到距离施工点1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去取土。我们每天进行取土作业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员阻拦我们的车辆，我们驾驶员每天开车的时候精神高度紧张，如果我们处理不当，它直接影响着我们中国维和官兵的形象，也影响着联合团在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是否能够顺利进行。这就是维和，这就是联合国维和军人们在这里所面对的一切。在这里，高温酷暑，不明雷区，艰苦生活，对于中国维和军人来说，都已经成为不足挂齿或者无所畏惧的问题。而无端的挑衅或突然而来的袭击，则是官兵们要面对的沉重压力。要保持警惕，保持一定的速度和距离。遇到情况大家不要慌张，啊，每个司机要提高警惕性。啊，我说明白。五号车明白。啊，我说明白。六号车明白。23号明白。24号明白。26号车明白。29号车明白。25号明白。27号明白。28号明白。30号车明白。32号明白。在每日的紧张和劳碌的空隙中，
负责伦拜克施工任务的副队长崔兆明在他的日记中写下了如下的诗句：我从中国来，伦拜克，带着蓝盔的使命走进你的丛林，为了你的祖国不再生灵涂炭，为了你的人民不再血流成河，让我们一起开垦你的荒野，耕种和平。我为和平来，伦拜克，带着亲人的祝福走进你的人民，为了你的父母不再坟前断肠，为了你的妻儿不再背井离乡，让我们一起医治你的疮痍，建设和平。